怎么来了？咋的你？干活呗。你没干活？打猎去了吗？打了。打啥呀？你呢？马。马用打，你打得过他吗？蛤蟆。我昨儿我跟一兔子，我看见一兔子，小白兔老大了，大白兔。你俩赛跑吗？你才龟呢，怎么说话呢？哎呦，你俩来的这么早啊？下地干农活。来这么早，你俩啊，干活呗，干活，盖房子，过日子。马上下雨了嘛，还得砍柴。你仨都在这呢。你怎么又瘦了？饿的，看齐了。哎呀呀，农哥，你好，农哥你来了，农哥来，我来了，农，神农，哎，你干嘛？忙你的，一会儿找你有点事儿啊。哎，得嘞。又胖了啊！哎，对，这不昨天吗？我跟那小白兔，你肉都长我身上来了。我们俩，他挠我，我就扇他，我揪着他俩耳朵，啪啪啪一顿扇。后来我一看，那是个兔子精，跑了不要紧。你说你是唐僧啊？哎呀，坏了！怎么了？哎，你帮我看看，怎么了？这，哎呀啊，咋的了？复发了。昨天我跟小白兔，我们俩挠，他挠我后背了，怎么也不上我后背了。神农，瞧瞧这怎么了？农哥，怎么了？大头，我被这个兔子给挠了，我给挠了啊！就后背有方法。你看，我有药，呼呼流血，我有药，有吗？哥有药，有药，放心。这个，这什么药？山药。山药能没有问题。你看啊。哎呀哎呀呀！没问题，我这吃了半根了，哎，行，揭不开，行，够，对，你这就整根吃，不许嚼，你就咽进去，病就好了，整根吃不许嚼，哎，要说是神农就是有主意，就是特点有特色，行，哎呀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放心啊，哎呀，不行，好点吗？这是哎呦，膀子受不了了，膀子受不了了。小事怎么了？我天天砍柴呀，我这手，我就就这么些。哎呦，不甩疼。你换只手呗，我这手使不上劲儿，就这手，非得这只手。对。哎，这叫哎呦，这疼啊！哎呀，干不了活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有方法啊。这干嘛呀？这个磨成石粉，混那个水也好啊，动物的血也好啊，你咽进去。对这个病有好处，这就行。我试试啊，你先试啊。啊，这不好嚼，我跟你说，这就行。哎，这没问题。好，知道吗？但是你也可以就是不磨成石粉啊，就是生咽。我这也整个疯了，这个。你们俩病一块儿多好，我这没准咽不下去啊。过去都是生咽。快来，你又怎么了？救救我吧！我今天啊踩死两只蛤蟆，然后就脚气就犯了。嚯，那蛤蟆得多少脚气呢？那您给我瞧瞧这个。等我看看，别着急啊。这什么呀？就我们家种的地。对了，就吃这个，连着草皮一块吃。赶紧干活吧，阴天了，干活。我把你地好好给你弄弄。哎呀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呀、啊。我这吃完草，跑我们家吃完山药，吃完石粉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、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不行了，神农，不是你怎么了？神农，你怎么了？神农，不是你怎么了？神农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哥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没以为我这病好得了，是吧？你怎么了？不是，太远了，对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不行，我得吃药啊！吃药，吃什么？我们家地在这儿，这只能治脚气，别废话。我成粉的那个，刚才他让我吃了，这治你的病的，这我都不通用。那咱也不会呀，这怎么办啊？你给我找着去啊！这个怎么样？好，这是就吃草，太好了，这个这草，草也行。对，快，张嘴。张嘴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你真吃！快！哎呀，你是人吗？惨不忍睹啊！哎呀，好了吗？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好了，我也活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太感谢你了！是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再造的父母。我谢谢你。
谢谢你。我就问问你，啊，这救我一命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